国安局发布特勤指挥中心形象阅历影片，里面搏击射击什么都要练。女学员累到憋着脸，满身汗，还是要继续重训，都练出结实腹肌。但却有网友爆料，女生特别要小心国安局训练中心贺姓副主任，因为她会性骚扰文职女特考学员，不论没球都会想方设法借故碰触女生身体。网友还说她胃口很好，不挑食，女生拉筋弯不下去，贺副主任会热心帮忙，顺便乱摸。甚至有网友补充照片，是一双手从后面碰触女性，手就摆在胸部两侧。难道这就是贺副主任性骚扰女学员的照片？您讲的这个照片，我们有问了相关的被害同仁，他们没有提出您说的这个照片这个问题。要投诉的话，也可能求诉无门的这个状况。我这个绝对请局长特别注意这部分，这刚才有品德操守，还有他这个风气方面问题，我不会放过的。照片是不是真的？国安局还要细究。不过网友爆料指证莉莉，说贺副主任手握文职特考生能否顺利结训、取得公务员资格的权利，所以女生都不敢怎样，甚至指控这一切都在训练中心年主任眼皮底下发生。我们之前有我就已经注意到了，成立专案就代表什么？我不涉案，好吧？一切将来秉公处理。国安局强调一定办到底，毕竟国安局现在女性比例已经高达18%。如果男主管借权势性骚扰女学员，高层还隐匿包庇，国安局正义形象势必荡然无存。三立新闻李正道、周宁台。